好意思令大家失望啦，今日得一个靓女喺度啫，系。我正想讲话早晨两位靓女，俾你讲错。梗系啦，斗快嘅呢啲。应该知我都系嘴贱嗰一群嚟噶，所以讲咗先，大佬。早晨啊，扎古。早晨，早晨。Ray 晨，喂喂，早晨，早晨。点啊？今日要 go over。今日咧，其实嗰、那个。內地新增新冠肺炎降至萬宗樓下，你啱啱講起少喎、啊、香港喎、啊，單日啊單日新冠肺炎係咯個案降至萬宗樓下，睇下人8626宗，人哋開放我哋開放，人開佢開勞重，人哋開14億人得個萬幾人中，係咯，香港700萬人都萬幾人 中，真係西非嚟。搞错啊！香港人做紧啲咩啊？我每一日都觉得自己好似发紧梦咁啊！真系啊！大家早晨啦，阿未够班早晨。但系有 noise 呢样嘢，大家要睇翻，我觉得都对经济嚟紧有一个影响。即系你系咪想我讲呢单 noise 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但系有几单嘅，其实因为你讲嗰单咧，另外一样睇唔到嘅。跟住我，但系我净系知而家传紧啦，传啫，传啊吓。咁啊，都系讲紧话一月。大概咧1月9日或者新年之前就通關咁、樣啦。咁然之後今日咧再睇呢個頭條日報啦。今日 suppose 係12月12日啊嘛，係今日出嘅8:40嘅新聞咧，就係講緊話全咧深圳入境咧就變咗5+0啦，就無需居家隔離3日，而且咧省外咧就抵去呢個深圳，即係去深圳啦，就可以免呢個核酸檢測，係啦。5+0咯，即系系啊，5+0咯。5+0嘅意思系咩？其实咪就系唔使居家隔离咯。睇下先，嗱呢度变5+0啊嘛，无需居家啦。suppose 系5+3噶嘛，即系你五日完咗呢个喺酒店隔离，隔离酒店你仲要系3日喺呢个嘅屋企咁样噶嘛。而家净系5日酒店，跟住完啦。其实成件事好戇鳩。還掂都係啦，點解唔 cancel 曬佢咁樣嘛？係啊，大家都知道其實你潛伏期可以最長去到21日啊嘛。係咯，嗰陣時所以咪3星期隔離咯。係啊。咁你到而家，喂，咁你係將啲基本面啊，炒股成日講啦，要睇埋基本面啦。你而家個疫情係連基本面都唔睇，但係形式上做緊呢樣嘢係有限度控制，但係嗰個控制係。已經，但我諗緊其實係都要慢慢嚟嘅嗰啲嘢，會唔會啊？即係唔會話當然係啦，當然係啦。但係件事就係咁咯，我覺得。即係去到呢個位置，都係要小心啲。好高興啊！我而家開翻啲牛牛啊，淘寶啊，小紅書啊，有翻色彩啦，已經係殺咗灰之後，去咗長江啊，殺咗笑咩嚟？呢啲唔笑大家，我認真。我你笑住講，我笑你，我笑你笑人啊！今日咧嗱，期指咧就跌363點啦，點都回一回嘅，應該正常嚟講，363啫，睇下有冇得夾啦。今日碧桂園會唔會大山水啊？咦，你但係你嗰啲防控新聞咧，你咪話傳緊嗰單咩0+0啊，定0+3啊？大陸。0+3，我找不到你這個新聞。不是他傳的是什麼呢？一月開放開關嘛，通關嘛，這個我都聽過。通關就0+3，即是效法香港的做法，即總之我們其實你去到即是 which is 都是0+0，即是0+0沒有分別，因為你都是撩一次鼻嘛。因為香港現在的做法就是你回來之後3日撩一次鼻完了樣，居家檢測冇啊，都居咩家？即系自己快測，系啊，撩鼻就算啦，咁样咯。嗯，上边咩码都拆晒啊，唯独是香港仲有码，系啊。唔系之前咪讲过咯，嗰个咩啊？卢重茂唔系有个关口咧，罗湖隔篱嗰个，即系搭地铁，搭地铁会。罗湖隔篱嗰个系咩啊？落马。落馬洲，落馬洲喺啲人嗰度開翻燈啊嘛，跟住檢測緊呢個大樓，準備營運。哦，即係總之準備開翻營業啦，係啦，營業啦，係時候。咁有啲咩嘢嘅相關股票要睇咧？
冇啊，因為大陸嗰啲揼骨按摩股咧，即係嗰啲揼骨公司係冇上市。海底撈咯，不過香港都有，都係嘅。炒完啦，炒完啦，其實都第一位彈翻上嚟。其實重點係咩咧？啱啱嗰個講嗰個新聞，我覺得唔係重點，重點係另外一個傳，即係大家都知啦。其實由一開頭係 Omicron Delta， 唔係 Omicron 後啲，一開頭係COVID 19，跟住 Delta。跟住 Omicron， 跟住中間仲有好多變種啊嘛。有一啲人就驚啦，喂你大佬14億人，你一開關互相中咧，就驚有依個新嘅變種病毒。咁但係其實佢唔開都係要，唔係佢開係得啊，但係開完之後啲人唔俾佢入啊。但係其實好多而家好多世界各地都係咁樣，大家互相傳染噶啦。係啊，咪等你搞掂咗之後。你要封，你之前要封關嘛？係啊係啊。而一個咧就係你之前封關 ，OK， 而家你通關啦，都係俾人封嘅。唔係，所以咪我即係以前唔俾人戴口罩咧。嚇！而家個個都要戴。都要戴口罩。係啦。佢仲要戴白色嘅，不過嗰啲叫咩回力回力標啊？即係飛咗出去會打翻自己嘅。哦，係啊，回力標。回力標。忍者嗰啲咁樣。是忍者的飛鏢，不過而家係真係大陸要自備呢個大量藥品，因為好似話據稱啊，連呢一個咩咩蓮花清瘟膠囊啊，都斷貨冇曬啦。因為我老公喺福建嗰啲親戚咧，都已經託香港買，冇錯，託我老爺，喂冇曬真係。日本嗰度嗰啲成藥啊，全部都要掃咯，掃曬啊！所以嗰啲咩 Donkey 啊嗰啲咧，嚇冇咩真係嗰啲咁快掃啊！有人掃完之後 shift 翻去大陸，個心理關口就嚟爆。知唔知咩叫掃？我知道。一打開，全部唔係啊！想當日我哋香港人掃呢個標題痛都係咁，掃鹽都盲腸炎都係咁，或者掃米掃。而家咪掃日本咯，因為日本嗰啲藥大家覺得比較有質素嘛。其實係嘅，因為我而家咪話我鼻敏感好翻少少嘅，都係靠食日本藥嘅啫。係啊，咁樣。所以平啊嘛，而家日本藥係啊，市藥底咁，其實你睇翻啲241都繼續行就係咁解啦。係，即係就係網上買藥，即係嗰幾隻咧，133平安好醫生啊，京東健康啊，6618係係啦，都夾翻上去啊！期指而家夾翻285啦，睇下佢開係懟200定點先啦。等一開咗出嚟就喳喳冧俾啲牛仔大家做部署咯。我覺得其實而家咧要夾咧都係真係趁而家呢段時間。如果唔係佢一公布話開關之後咧，咁啲嘢就會等驚佢呢樣嘢。唔係，所以跟貨就依水咯。係啊，即係你其實預咗一月，其實講真嘔得多幾多日啦。當你連嗰啲水馬都插埋，其實越快越好，你知啦。我想問你哋咧，社會主義係咁。你哋琴日知唔知？你講起話水馬都拆埋嘛？你知唔知琴日灣仔發生咩事啊？有冇人知道灣仔有啲咩事發生？有電車行過。唔係啊，成條街咧係成條街啦，即係講緊以前公司嗰邊咧，或者莊士敦道球場嗰邊啦，成個 area 勁多警察圍曬喺度，唔知做乜事喎。捉你啊！諗住。同埋潭神道咯，勁多鐵馬。咩事啊？唔知道，我就想睇下知唔知大家咩事，即大家知唔知咩事，我可以讲一讲咁样咯。咁啊，跟住而家咧仲撑一分钟啦，就可以公布牛仔嘅呢个信号啦。因为而家咧都系200多点到嘅啫，我咁都系一开埋牙都系19600到啦呢啲位。牛熊分布咯。我谂大家系咪都系博好仓多啊？系咪啊？博佢再。企一企一企嘛，就算通完關，我覺得其實都係咁，因為啊唔係，大家係博淡倉，博淡倉啊，36-63喎，咁啊，睇實體經濟啲數據真係差得嘔，同埋今個禮拜可能係要擔心少少喎，因為今個禮拜係出 CPI 數據啊嘛，係啦，咁啊，然後。淡倉嗰方面咧，重貨區都係睇到20,000-29,900咁樣啦，係一路打上去咧，都係有唔少嘅熊仔嘅，去到20,800，咁跟住1,000、2,000、3,000、4,000，都差唔多4,000張啊，嗰度講緊要夾嘅話，其實4,000張都好和味嘅，對於啲輪商嚟講。
不要做到那么淡住，我觉得如果做牛仔的话，扎股都有些扎股时段的。我当今天一开的19600度，有没有看回那个图的恒生指数的图的话，开出来就15954啦，跌306点的。看回上日那個就404，都是補回啦。如果我看的話，保力加底呢就19200度啊，即是如果企得穩在19240度呢，都尚算是還可以的。但如果穿了的話，就要即刻掉頭做部署啦。咁如果係嘅話咧，可以俾住遠身少少嘅咧，18000。嗱，俾兩隻啊，麻煩 Colin 啊，幫我打牛仔先，65428呢只咧就19048收回嘅呢個嘅牛仔，咁啊做緊111啦，全部都係10000对1噶啦，就唔特別講。另外咧就一隻遠少少嘅64811。呢只就12000啦，18900收回咯。咁等佢再怼落少少，睇下怼唔怼得穿呢个19200咯。怼唔穿都可以继续安心嘅，我觉得。嗯。系啦，咁如果话要做淡仓嘅朋友仔咧，都有嘅。咁啊，跟风价啦，跟风价。今日两万都 OK 嘅，你觉得咧 ？OK。你觉得近唔近啊？近。近好定唔好咁啊？好，好咁啊！熊仔6813120000点收回，咁啊做紧2500嘅呢一只。咁但系如果又系要做呢一个跟风价，即系跟住呢一个重货区，大家要揽炒嘅话咧，再有嘅扎股都俾咗啲我嘅，最高嗰只咧就系62960啊，6296020008收回啊呢一只。20088收回，好远噶啦！呢一只真系杀晒啲重货区都未到呢一只9600做紧，冇错。今日59使唔使走一走？其实今日啲内房咧，我都想问一下大佬，因为咧近排嗰啲嗱，啱啱泽股有讲到碧桂园啦，呢一堆碧桂园服务咧都已经系折让啊，11% 卖2.4亿股啦，套现差唔多50亿嘅。主席啊，杨小姐，咁另外咧，其实都仲有好多地产咧，都喺度折让配股，譬如讲紧1030啦，咁啊先够后新配售5.6亿股啦，咁啊配售价咧就系3.5嘅，上个交易日咧就系收4.06啦，就至19亿几，未有话配俾边个啦，未有，咁跟住咧讲紧只59咧，上个礼拜咧都夹咗好似40%，30%上去嘅，最高夾到86啦，即係8600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係點解我會想問你呢啲嘢咧？因為而家咧普遍開始咧炒啲內房咧，就轉炒啲垃圾啊，揾啲垃圾嘅內房嚟搏佢一轉炒。通常咧去到呢一啲咁嘅時候咧，係咪都已經係呢一浸水就遠遠地嘅？咁啊，始終我即係純粹個市場嘅動向就其實同炒完大嘢股炒。二三四線繼續去炒，四五線繼續炒到仙果咁樣去做，其實差唔多，因為行咗啦嘛，咁你要揾啲微升，因為之前行係揾翻價值出嚟，但係個價值不嬲喺度，即係你話依啲係咪冇價值？咁你 go over 翻個 financial statement 或者係 assets 佢嘅資產裏邊有啲咩，你計翻條數，你咪揾到佢其實係咪有價值？係咪 suppose 咁低咯？我成日都講啦，如果你話喂，講緊唔係乜都冇嘅，唔係爛渣渣嚟嘅，咁你講緊六億幾嘅內房股啊，唔係講緊建築股啊，絕對係低水嘅。但係之前佢懟落嚟，我都有講過咩咧？依啲咁樣打落嚟嗰啲股咧，你係有排坐嘅，係啦，你要。正的話，你不知道幾時是低位。你去到的話，你只可以即係好似17.25依啲咁嘅股票，你覺得佢17.25係個 concept 位上邊啦。59依啲係本身嘅資產上邊，你要買 concept 定買資產？買資產咧，你係有價得計。
買 concept 咧，你要對比啊同行，即係1725你睇就 specs 啊，都係 specs 大好多，勁好多啦。咁但係你講緊59ED，咁你數完之後，誒原來佢嘅 assets 唔差嘅話，咁你咪炒完嗰陣第一堆嗰啲，轉炒第二堆啲資金咪留去依度。其實就係咁玩嘅。因為我而家就算開59咧，即係未深入地去睇佢嗰個財務報表啦。但係講緊咧，你嗰個喺大陸咧嗰個收益咧，營業收入啊，講緊都差唔多接受有六十億嘅收入啦。咁然之後佢啲物業發展咧，每即係2022年嘅中期財報咧，即係上半年都7億多。咁負債咧，我而家揾緊個負債多唔多？其實好似唔係好多嘅啫，個負債資產率嘅話，都係 around 睇下先負債啊現金流量啦，不如講現金流量就-14多億咯，咁樣咯，算唔算差？要深入再睇埋佢嗰啲資產。係啊，其實最主要嘅。而家計啊計 S 啊個 assets 有啲咩喺度，睇個啊資產有啲咩會好啲。佢早排俾人入品清盤，但係告唔入啊。係啊，係啊，告唔入。俾你告清盤係正常嘅，間間都俾人告清盤㗎啦。係啊。但係大家要理解清盤流程，即係就算真係俾人清，可能搞幾年，咁更加係其實好難。過得十入嘅，通常依啲做生意咧，我係佢，你過我咪折少少俾你咯。嗯，跟住停一停，你又過我又折少少俾，還錢係咁喎，即係你打我一包，我俾一俾，跟住就折少少，通常都係咁做。係。係啊，所以真係有 assets 嘅話，你係個老闆，你都唔會想俾人清啦。同埋咧，我都係個，因為我本身一路都 keep 住呢一隻噶嘛，我自己，我就係見佢咧有力買上去啊嘛。其實同埋睇翻 Cicas 咧，係不斷咁樣收緊貨，尤其是北水嗰邊。咁我就覺得我自己個人睇，因為我唔係好識睇財報嘅，我都你都知噶啦。咁但係我自己純粹係一個諗法，就係如果呢只嘢係唔值錢嘅話，你北水托嚟把咩？係啦，咁樣咯。間間都被人告，唔使驚，咁又唔係嘅，即係有啲真係好差嘅，係啊，所以真係要高化，即係裏邊有啲咩嘢，係啊。如果你話喂，你真係本身又冇，跟住咧個個項目爆曬，又交唔到，爛到一劈嘢咁咧，咁真係會死嘅啊！咁唔係話即係我博細嘅依只，即係講緊幾億 cap 最低2000多買嗰啲，你已經。叫做即係1多嘅 cap 彈翻上嚟，升咗2倍啫。咁啊，玩法係咁咯，大致上可以咁理解一下咯。同埋要諗翻咧，上次懟落嚟嗰下咧，其實係講緊一個執行董事阿余生咧，其實因為佢係爭人錢，28億，所以咧先至俾人斬落嚟嘅啫，係佢個人爭人錢28億咁樣咯。係。係啦，咁就唔關間公司事嘅。係，咁啊，所以如果繼續收嘅話，應該可以行高少少嘅。但係若佢八先沽咗，咁啊入唔入翻咧？啊，依個真係好難取捨，因為如果八先入得嘅，你真係入，除非佢升，你追貨啊！如果唔係喺翻依個位蕩咧，其實我諗你都未必會。有咩水，有咩肉食咯？但係因為咧，我自己就係話咧，而家咧唔係碧桂園有呢單咁嘅嘢嘅。其實上個禮拜即係碧桂園服務啦，又再喺度騰錢出嚟啦。上個禮拜記唔記得咪就係1個月2次嘅配股咧？其實碧桂園係拖累到一眾嘅地產股都係有少少回吐噶嘛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會唔會等佢哋都再回一回先咧？嗱，而家碧桂園服務就懟。13%，今次嘅消息會，因為之前個 placement 都係錢入公司嘛，今次係大股東沽貨離場，咁啊，大家就可能會覺得啊，係咪到位啦？大小姐都走啦，沽貨走咯，50億喎。喂，咁你要睇下喎，有依位走，我都走50億啦，大佬做翻啊！
SOHO 總閣先啦。其實五十億咧，佢唔使出嚟做噶啦，已經。即係如果佢喺邊度做啊？即係唔使再出嚟炒或者唔使拋個身出嚟。係啊，五十億喎、哦。喂，你細你慳啲細啫。你攞啲錢去葡萄牙都夠你過十世啦。人哋五十億即係使一年嘅啫。你可唔可以上進啲？即係有大志啲咁樣。係啊，即係五十億 back 一聲冇咗。唔係咁，但係真係夠使又得啦。唔係依 part 其實嗰五十億會唔會攞嚟托翻只2007咧？嗯。會唔會增持2007咧？即係如果佢呢個公告未出 ，pay 完之後攞嚟增持2007，你覺得個市場反應又會點咧？當然好多假設啦。係咁又會好。原來係救媽媽嘅。係啦。原来觉得个市好啊，或者系可能攞五十亿出嚟系帮妈妈还债嘅，系啊，系啦，咁样咁会好啲咯。所以个咪就系问题咯。但我觉得呢个世界冇咁多孝顺女咯。如果摆五十亿落去可以赚多几百亿嘅话就、OK ，咁就唔会嘅。咁即系都唔系帮阿妈啦，都系自己炒啦。唔系咁，梗系自己啦，大佬。都系自私女咯，帮你大佬。喂，三蚊升翻上去十蚊，系2007。你覺得會點？冇啊，咪正咯，升翻百幾億，呢個價會去到邊一度咧？嗱，你睇翻個 market cap 先，佢60% 嘅喎，只2007，而家市值750億，即係依度值大約400億左右。嗯，升多兩倍就1200億。即是四个几，不是这个一倍，六个几，升到十蚊嘛，升两倍咯，当系2007，系啊，两倍十蚊，系啊，但系而家2.8啫，系啊 ，OK， 两二嘅两倍唔系四咩？原来 long one 哦，系啊，两倍嘅意思系我成日都搞错，升一倍系几多？四兩倍六咯，唔係八 ，sorry， 而家三蚊，係八三蚊，即係仲有五蚊嘅走賺咯，係咯，係咯，所以你明啊，我明啊，你俾佢 confuse， 我俾你 confuse 咗，都唔係十億，所以我問翻你，都唔係十億啊，大佬，差唔多啦。咁但係未出公告㗎嚇，2007呢，有咁多錢梗係潤啦，咁都係。2007未講，唔係2007係一個。一個估算啫，因為其實本身如果你見到唔係難嘅，因為你見到佢個股權啊個架構啦，其實本身就已經係幾齊的，即係你講緊兩個大股東加埋62%，咁其實我覺得其實都真係有機會繼續向上行。即係地產股而家就算 even 炒啲垃圾都好，都冇乜所謂，繼續跟炒。係啊。今日有冇人會講新國債？你想講就講啦。你講，我冇睇，因為嗯。首先，而家咧就係講緊下個禮拜一，即係 which is 今日咯。今日就會有呢個7500億嘅特別國債嘅，中國財務部嗰邊講嘅。咁然後咧就係、是中國歷嚟啊第四次發行特別國債咯。係。然之後咧，發行日同埋起息日嚟計咧，就係即係 which is 今日啦。咁啊，去到2025年12月12日咧，就會償還本金，加埋俾埋最後一次嘅利息咯。如果大家有買到呢個國債嘅話，嗯，係啦，冇乜問，即係其實同我哋香港啲綠色國債有咩分別啊？冇分別，係咯。但好似話啲人咧，就算買嗰個綠色債咧，都係蝕錢嘅。綠色債券之前嗰、那個，綠色債券啊，係啊，一開未輸幾個 percent。係咯，就算而家都係好似輸㗎。咁梗係輸啦，因為個息口對比美債有 discount 啊嘛。嗯嗯。咁啲人去美債，你咪輸息咯。係。咁人哋唔買，或者覺得錢轉出去賺個利數會多啲，咁咪走咯。嗯。因為揾得翻，所以其實。美國繼續加息的話，很多金融產品的價格都會跌。很多什麼產品？金融產品，即是債啊，那些定息債，尤其是即是可能早兩年定兩厘半的，現在那邊5厘，
咁你係咪沽咗佢？嗯，咁你咪會計翻條數咯，即係可能再減再輸兩釐幾都係平手喎，但係嗰度風險係再低啲喎。嗯，所以好多即係好多依啲咁嘅計算啦，債啊咁玩啦，大致上係係咯。啊，冇乜特別咯，同埋都係咪香港嗰啲除咗強積金係咪都買唔到噶？買咩啊？佢呢啲咁嘅中國嗰邊嗰啲國債咯。係啊。係咯。係啊，強積金就算啦，唔好。係咯。唔好提啊。冇啦。傷心。跟住咧有一隻咧9968咧，其實都係房地產股系列嘅。呢一隻咧會唔會都可以仲繼續有得夾下咧？今日其實少少錢已經夾咗上去140,000到啫嘛，夾咗上去。然後咧，如果大家係要有興趣炒啲地產股啊，或者相關類嘅話，因為咧點解會講呢一隻咧？市值得5億 cap 啫。系啦，同埋貨真係堅乾嘅，大股東85%，係加埋咧，其實又係我中意同59一樣咧，對倉對落嚟，即係斬倉斬落嚟，係儲咗大輪貨噶啦，呢一隻又係。我覺得依只 OK 喎，係啊，係啊，啱啱59梗係 OK 啦，但係哇，直嗰600係隨時可以炒翻上去啲高位，嚇，即係升十倍都唔奇喎。呢一啲咯，同埋真係行啱啱先夾咗，再夾緊上去啦，20,000。哇！依只好嘢喎，依只好嘢嚟喎，系嘛？系啊，9968啦。其實我哋之前都有炒過噶，係咪同你炒咧？因為我有買喎。好耐之前。大概係2022年，今年咯，7月咯，七就係啱啱佢斬倉落嚟嗰一下咯。嗯，係啦，買嚟做乜？係又真係唔知買嚟做咩嗰啲國債。誒，買嚟做咩啊？真係唔知啊！講真，真係唔知。最慘無紙化。即以前的債呢真的有張 check 給你，你小食不夠紙去透露給你用下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喂，我那隻719又再爆了，神經病。是之前跟 Hilton BB 一起做節目，然後夾到這一隻呢，很正啊，我以為你是大股東添，講到我啊，不是啊，我隻719又爆了。不是啊，新冠肺炎。喂，這隻就是關不關事啊，那些藥啊，所有藥都升啊，是咯，是啊。那如果那些藥股是可以再夾下，不是所有藥是什麼啊，連必利通，不是BioTech啊，是中成藥啊，即系唔系生物科技，莲花清瘟胶囊嗰啲咯，就系唔系生物科技，系啦。红哥就6158做乜事啊？哦，龙哥，龙哥，哦，阿边个啊？社长啊，系嘛？正荣，哦，9% 啫，9% 好少。记唔记得上星期讲大耳？我唔系同黄家俊做节目噶。讲大耳，大耳窿系嘛？大耳我唔记得啦 ，Annie， 我讲咗啲咩啊？系我哋好善忘啊！系啊，我哋金鱼嚟嘅，都过咗两日。系啊，我啱啱讲嘅嘢都唔记得啦，大佬。我哋啱啱讲啲咩？唔记得啦，真系唔记得咗。系啊，系啊，但系因为我想讲翻59咧，其实都好正嘅一样嘢咧，可以留意一下佢咧有一个嘅有啲业务啊。咁都係喺廣州咧，係廣州啦、南寧啦，係有勁多同埋徐州等等啦、重慶啦，勁多呢啲天宇項目噶。咁講緊佢嗰個物業嘅銷售額咧，不過講緊係疫情之前啦，疫情之前都係36億幾啊。咁如果36億幾，你再計埋啲欠債啊成，咁你而家59嗰個 cap 真係超值咯。有得搏咯，可以咁講，因為59個 cap。始终都是你通翻关之后，其实重点是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希望炒的东西就是复苏经济好翻，跟住啲人起码供到楼先。因为其实很多房贷咧，停供楼咧都做停紧噶，系啲人系冇钱供楼啊。咁如果你通翻关，有翻生意往来之后，啲人可以供翻楼，成个房产就推翻喐。之前讲。楼市是占个 GDP 30%几%，你一定救市一定要救楼市。嗯嗯。如果唔系咧，房产同埋银行咧就冧啦，即系冇得唔救。其实某程度，即系你见到过去打楼价咁多次啊，三次啦，之前每一次可能打几个月之后一回，一影响到其他嘅
建築股啊，例如玻璃啊、建材股啊，就停，因為你牽涉到 GDP 咁大嘅時候，個 size 咁大，你唔可以俾九七發生喺大陸，不過發生緊啦，當然係啦。咁發生咗啦，可以點咧？喂，踏翻著先，或者唔好令到佢更加差，慢慢行翻。咁你一定要拓翻個內房，所以之前咁多唔同嘅相關救市措施就係、是，例如話，喂，去到停工款啦，或者更加重要就係補交樓啦。如果唔係冇咗信心，以後就唔使玩啦。呢幾樣嘢一定要翻。所以問題就係、是，我唔會而家呢個 moment 令到自己嘅房產市場再差落去。你哋未死嗰班唔好死。嗯，你哋再死多幾間咧，其實就政府孭多啲。點玩啊？系啦，而家其實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行過啲地產鋪咧，我見到都仲有擺勁多嘅國內樓盤嘅 poster 喺度啦。係，然之後係同你講話不用上去香港成交咁樣，即係香港幫你做曬所有嘢咯。係，係啊，仲話係趁低價要吸納咁樣，好似講緊啲股票咁樣。係 ，Andy 講緊3361，其實真係好多都好平嘅。你要救的話很正常，尤其是之前講了很多政策的改變都是二十大之後，即是成功連任之後就開始搞回真的了，撇除異己搞經濟沒計，即是被你玩完又怎樣，如果個殼爛了的話，那被你玩完了那你可以怎樣呢？你首先要玩爛個殼才可以被你玩完嘛，跟住俾玩曬之後咧，個殼就要搞翻好咯，就係咁樣咯，即係其實個 concept 大致上係咁樣咯。不過原來佢呢只3611咧，佢今日新股嚟噶嘛，嗯，今日高開到3.63，最高打到上去。唔同嘅，呢啲冇人抽，真係冇人抽。喂，如果冇人抽嘅，咪可以繼續敲下呢一啲咯。成日都講新股嘅話，冇人抽你就要抽啊嘛。冇人抽，或者冇人抽就要暗盤睺。哎呀，何押韻啊 ！good 係啊。咁你而家今日都係3000多萬啫喎。佢呢只招股價係幾多啊？招股價2.8。2.8，咁唔係夾咗好多上去啫喎。佢一開已經夾得算高噶啦，但係咁嘅 turnover 其實我覺得好齊貨。都是啦，冇人抽，得嗰幾千人抽。咁 bookmark 呢一隻先，因為我就算 even 睇一分鐘，即係分鐘圖嚟講嘅話咧，其實都仲有盤或者仲有力去買上去咯。唔係咁啊，我覺得依啲位啫，即係始終嗰個主題唔係市場最受歡迎嘅嘢咯。係係啊，所以唔好搏去夾。夾再高啲，係啊係啊，我自己唔係太敢搏啦。如果依啲咁嘅，但啱啱先開啫喎，啱啱先開，佢可以睇基本供求炒，但係問題你要諗一樣嘢就係、是，炒啦，你估到幾多俾人先到高位，去到高位有幾多人會識依啲股票先？唔多嘛。咁你咪冇咗炒咯。但係嗰啲老散都係跟炒啫。邊個？即係啲老散咯。老散跟炒啊，冇錯啊。但係問題就係，我係老炒，我係老散。我睇住，我跟到咁上下，我走啦，大佬。即係你一喐，你一排，我即刻飛出街啦。嗯。跟呢啲咁嘅題材更加小心。咁你玩啲咁大家都咁小心嘅嘢，咁啊中間空間冇就即係 which is。傻仔唔多，咁你傻仔唔多嘅话，咁你好易冇咁聪明就变咗你系傻仔喎。嗯嗯，系咯。嗯，所以我会小心啲。你谂唔谂住讲下呢一只啊？讲边只啊？哦，因为都有人问啊。系啊，正啊，唔讲住。我惊佢会唔会一开就爆？爆向下。不是，因為我覺得好人好者你不會現在，即不說哪一隻，我們自己私底下，那你們猜猜說些什麼，收不到貨嘛，是咯，那就，但是突然間的241又，即扯了上去，同一樣東西來的嘛，是這樣，不是，做同一樣東西嘛，是啊，是啊，他是啊，那他見到，喂，
當你見到有得炒，依啲主題唔吸引啫，但係有啲主題好吸引。但係當佢開翻嘅時候，會唔會有機會炒完啊？今日241都回啦。我覺得只需要越多人買咧，即係確診人數越高咧，就越癲呢啲。即係盲搶炎係唔係搶咗一日啊嘛？或者盲搶藥咯，係啊，都唔係一日。但係另外一 part 就係依啲1000幾2000億啫，嗰啲咧，嗰啲十零廿萬億，有咁多咩？市值啊！哦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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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啊係十零億 cap， 係啊，同埋本身係你都知好齊貨啦。梗係齊啦，起曬屌咩人度啫？慢慢喺度買，慢慢喺度買。係啊，咁你咪即係有陣時係炒股係會，好似啱啱咁講啦。喂，俾你炒翻只花房啊！91.59，黐線！四日喺邊啊？花房係呢一個3611，未依啲位，即係你點上？上唔到啊！未依啲位咯，就係。咁但係，冇啊，冇人偷啊。其實你炒股票，其實就係一個真係 marketing， 真。但係嗰只本身都冇乜人偷噶。唔使用個喂嗰、那個叫咩啊？大陸成日有人講咧，咩只豬喺個風口度，只豬都會飛啊嘛。係啊，嗰啲垃圾嚟啊嘛，但係啱個 segment。所以我剛才就是有一個一開麥克風就跟你說現在的地產炒得這麼狠，連垃圾都開始炒了，是的，還有沒得夾呢？所以其實問題就是你越炒越到後來，那問題是大家都炒而已，你2007這些去到這位開始回，但是其他二三線走，好像你說了，喂，那些鑊鏟給你去二三線找，但是找到二三線可能四五線已經動了，咁咪繼續向下水咯，所以鬥快喺下邊揾嘢。咁所以成日都係啊，要做功課就 keep 幾隻。嗯，嗰個板塊裏邊你覺得大落後嘅，擺喺下邊。嗯嗯，邊有咁快炒垃圾？未炒到噶，未炒到噶。而家開始啲人揾啲垃圾出嚟炒。慢慢滲緊嘅咋，係啊。但係你冇啊，阿習爺一定係要全救翻個內房噶啦，係啦，全個板塊啊。係啊，所以其實。又是啱啱嗰句啦，之前捱即係嗰啲花樣年啊個堆咧，捱咗咁耐唔老破或者唔青唔剩，咁就係等依日啫嘛。係，即係就係等依日啫嘛。大家都知道玩法，因為即係社會主義就係咁啦，社會主義夠大圍啊嘛。嗯，即係嗰邊有火冚熄咗，即係有火有救火，即係邊樣嘢係？去排到 priority， 因為 well organized 依個咁嘅組織，咁佢會排咗好多嘢，邊個做先，邊個做後，所以好似啱啱所講啦，阿習爺爺嘅策略就係即係依三屆啦，玩爛咗第一屆，嗯，即係玩爛咗佢先，冇人同埋打死曬所有人，冇人同我爭咁玩落去，先再建設依個美好。即係你講緊就係前排點解佢要係自爆啦？大家都。即是中概股是、啊、引爆自己啊，不是都可不可以引爆呢？其實是迫於無奈的，即是迫爆了，是不是、嗯、是的，迫爆了一個月，那些阿婆先做定期，這麼快拿到錢出來哦，不是，市場不是靠阿婆那幾千元、啊、十幾十萬的，是即所以我自己覺得市場一向都大戶玩完。不過 Gary 自己前排都有說，就算 even 連你自己走那些貨都不是走完，更何況大戶、嗯、這樣還有不是即是不是那麼多人做定期做得那麼瘋、嗯、即是硬是有錢可以拿出來、嗯、還有你做定期呢，其實可以再問 Ben 攞條窿去炒股票都得，但係要睇下你嗰個定期幾大筆噶嘛？哦，咁梗係啦。但係如果你咁，你冇 credit line 嘅話，你做咩都死啦。但係有啲人有啊嘛、哦，因為你條數，我當你啊擺一億喺度做定期，但係真係唔會有人擺一億喺度做定期。如果有一億，即係但係如果一個大冧心嘅話，其實你可以問個 Ben 度，喂，
我有定期喺度，我攞條 credit line 去做少少投資。咁啊，真係勁多啲地產股都夾曬上去啦。係。譬如有一隻6968啦，未睇過嘅，叫港龍中國地產啦。喂，你可以喂夾啊夾啊夾啊，6968啊。港龍啊，係40%。因為咧，點解我頭先咁緊張叫你夾咧？早嗰排都係得個5000多万錢到啫嘛。呢只應該繼續有得夾嘅原因咧，佢前日個成交額忽然間多到去2亿多，係而家1亿啫喎。嗯，定係已經完了？未啊！呢只6968啦，仲有隻就係10，哇！唔好啦，呢只得個30000多。真係啲地產嘢夾曬上去喎，連啲6900呢一啲都夾上去喎。冇啊，即係搞斷曬啦，嚟緊升翻。所以我唔覺得20000食糊咯，即係同埋，點講啊？沽貨咧，呢啲咁嘅事咧，其實越沽越高啊！即係大户係會滲貨出嚟，但係滲到後屘變 free 貨擺喺度。嗯。即係不嬲都係咁玩，所以有啲股票打得靚咧，佢真係越即係當然打得靚，唔係話啊成交或者成隻嘢做得好好，佢真係會吸引到好多散户嚟買。跟住隻嘢就算你有啲嘢係沽完啦，即係啲大户出完貨，隻嘢都繼續升上去。嗯，咁當然啲嘢做得好靚啦。咁啊，又係另外一啲玩法咯。啊，2107寶柱吧，內房物管仲未升。第一服務2107是61585號85號8入了貨，誰阿李未夠班。喂，我現在夾緊有一隻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未夠班，1902呢，但我未深入研究過去那些任何嘢噶嚇，呢一隻都係做啲房地產嘅嘢嚟嘅，中國境內嘅，都係好似冇乜人睇過，但係我見個價咧一路咁樣碌碌碌落嚟，而家先夾咗2隻頭，仲要個市值係得個6亿 cap，成交額咧平時10000多万錢啦，咁早日成交就2600多万，今日就956万，似係都仲有得去喎。如果呢一啲，但我未 check 過入邊嗰啲即係公司嘅底運嘅，但係6亿多 cap 咯，係啊，咪都係嗰句啦，有咁細 cap 揀咁細 cap， 安全啲。唔係啊，唔係話59垃圾啊，係講緊話而家連一啲比較垃圾啲嘅地產股啊，或者內房股啊，都開始跟住嗰個板塊去升啦，咁樣咯。即係逐層逐層炒上嚟。係啊。係啊。1902啊，無名老真睇埋啊，睇下 O 唔 OK？ 你知唔知邊個嚟啊 ？Uncle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咦，星期三我哋燒嘢食喎，可以帶寵物去喎。哦，可以啊。係啊。我諗下帶唔帶先，我驚佢飛咗落街，或者俾人攞咗去當閃角啊，係咪啊？融信中國咧，好似帶夾咗6棍上去咯，就3301，帶26亿 cap。25亿啦，而家25亿 cap 到啦，呢一啲系咪都可以睺下咧？因为跌到咁惨，其实内房冇边只唔惨，系啊，系啊，所以你都系啦。俾我自己如果咁大盘，我真系拣啲最细 cap 嗰堆去搏噶啫。6900啊，咁样2亿 cap 咋？2亿 cap 咋？係咯，博啲細 cap 好過啦。即係如果你而家要炒啦，隻隻咁彈啦，咁我就係博啲細 cap 好啲咯。上坤啊，呢個叫上坤地產。因為唔使睇，你明唔明我講咩啊？我明啊。即係唔使睇。你都已經跌到咁低。係啊，我等你升啫嘛。係咯，嗱，啱啱講咗啦，6968，啱啱嗰只上坤又可以睇下。正榮都升埋啦，而家 strong hold 得噶啦，唔使搞咁多嘢。都系嘅，系咯，所以就系买啲细 cap， 买完摆喺度。
要看這個本有多少本身，同埋要啱板塊先得。如果你話水泥買四 cap 會死得，算啦，玻璃買完擺得啦，係咯。咁大家明講咩嘅？即係唔係嗌你買建築股，係嗌你買房地產。係係啦。咁啊，110個個都唔睇好，100多叫買，使鬼搞咁多嘢。今日好似都出咗佢嗰個嘅新機發布噶啦，好似賣差唔多 around 4000多蚊，4000蚊到咯。嗰部咩13？係啊，110都係啊，我都覺得翻翻歷史低位啊嘛，嗰陣時講。30多蚊開始掃下來，我都話100多件啦。係啊，咁即係去到100多啊，未買完之後彈翻上嚟。唔穿咯。但係唔係純粹佢一隻股嘅，即係唔係話去到100多就彈。如果個市繼續差落去嘅話，其實可以繼續插深啲。係整體嘅大市基本上都係嗰個位開始慢慢行翻上嚟。嗯。咁所以咁啱成個跌浪。可以壓到係8多，咁啊就完啦。如果唔係，其實我覺得可以深啲。咁你見到八折後買，歷史低位嚟嘅，個應該係係嘛？啊唔係，爭少少，8.26%低位，爭0.03啊，即係爭3仙。嗯。咁啊 ，Divisions 已經我覺得係差唔多夠準程度啦。係啊。講咗30多蚊開始跌落嚟，已經講緊呢只。講到八，睇好80蚊件我咯。係咪啊？我啊，你110翻80蚊唔好玩啦。我啊，明啊。咁啊，跟住我話其實嗰只6968應該都仲要繼續夾下喎，真係。6968。啱啱有講到嘅，我覺得好似都仲繼續有得上咁啊。我真係嗱，真係老實講。18億 cap 啊嚇！俾我真係純粹係 cap。即如果過了一月，你過去這個月沒數，我真的看cap做人，穩細cap，18億都算細cap，我覺得，對，18億算細cap，過幾，110，幾個禮拜前，五件提大家，我說了很久了，110，說什麼？回到歷史低位先買，哦，是，他一向都很不喜歡110，所以我都沒記得，我不是幾個禮拜前提啊，是由我一買，唔係 ，sorry， 係由我一買啊！我8蚊嘅時候買嘅時候，我年幾兩年前已經話俾你聽，8蚊見啦。同埋佢係係啊，同埋見8蚊先可以買啊。佢同阿 Ryan 都係好同一嘅呢一隻，係我俾佢永遠打擊到30蚊嘅時候，佢話呢只咁嘅垃圾。係啊，有冇 payback？ 我真係攞翻證據出嚟。我唔想再睇，我自己俾你同阿陳正生。兩年前啊，話俾你聽，一定見8蚊啊！有啊，佢有讲啊，呢个我可以做证啊，系啊，可以做证。所以我先话要睇80啫嘛，我要同你哋斗气。我记得咯，我都记得，因为我有货。因为嗰阵时啊，日啲我日日讲，日日叫我讲到后屘都冇人讲啦，已经日日叫我走。其实都有嘅，好在又走咗，如果唔系点 free 货嗰啲时间。咁啊系啊，系啊，点 free 货？系咯。不好意思啊 ，Gary， 我日日提啦，以后上 number 几千个，3000多只股票。我啲地产股好似系咪跟住势头吉啦？吓，地产股？港股嗰啲啊？港即系港，唔系 sorry， 香港嗰啲啊？好唔关事喎、啊，好唔关事、啊。有冇吉到啊？因为我早嗰排见佢哋系咪吉咗少少头啊？都。因為全嗰個內地開關嘅嗰樣嘢咧，咁好似見到啲地產股有少少喐動啫，嗰啲乜嘢希慎啊嗰堆有冇細啊？冇太古地產真係冇細喎，我覺得。因為盧寵茂佢有講啊嘛，上個禮拜嘅啫，話內地通關措施是調整政策啊嘛，即係仲調整緊。不過雖然咧，佢今日都有講話，好多人都話係要 cancel 個安心出行啦。但係佢就話其實唔 cancel 得嘅，因為仲有安心出行嘅作用嘅，去追蹤住0+3啊，係啊嗰啲咁樣。就確診都係冇啊！依樣嘢其實唔係淨係香港有，即係你去日本啊，即係好多地方就有依、這個歐洲冇啦，美國冇啦。但係東南亞國家很多都有依啲咁嘅馬，係咯，so called馬。但係中國已經唔係開始冇啦咩？中國
冇啦嘛，佢都要追踪噶。追踪，但系不过可能已经追踪紧啦嘛。你又讲得啱，系咯，所以唔使追踪。所以跟住喂，同埋咧，早嗰排咧，我有讲过只三号仔咧，都好似可以再及下咧，因为嗰个图又真系几兜底啦，已经系啊，系。安全少少啊！依啲係啲公用股啊嚇。最後講埋 last 一隻就只9626啱啱爆出嚟嘅。係啦，9626就而家鉗緊上去啦。B 站係啦，開始行翻啦！哇 ，B 站真係開始行。咁1024咧？1024咧？哇，仲差一個7.5，黐線呢只。冇啊！1024呢只我真係嬲喎，走甩曬。少咗冇咗1797做佢個客係咪？要自己夾翻上去咯。難。大筆水真的很多啊！阿爺真係揸咗好多。阿爺係都係咯，喂，阿爺要進軍踢股啊嘛！啲咩噶？762仲夾緊上去啊？夾緊啦，有排。係啊。我覺得繼續去。所以再睇一睇啦。係咯，咁啊，時間到啦，係咯，開始借喎。已經是做了半集，已經借了點算？今天咧就1點好像冇我嘅，咁然後就3點啦，3點就會喺嗰邊啦，冇錯。好，咁啊 ，take 翻個 break 先，轉頭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，未夠班，拜拜，各位。